色一看就很冬天。它原本一套是大概2000多块，2000、2100左右，现在两套2500。啊，本身其实2100也不太贵。对，两套2500，然后呢，它原本一套是2100左右嘛，两套2500，三套3500。这么便宜耶！那三套都要一样吗？不用，就是挑你要的。对，然后像这一组哦，这一组它就是专门针对的是大胸部。对，然后比较熟龄一点的，对妈妈的，对，因为其实熟龄的女生最怕就是两侧副乳，对，因为比较容易松垮，高哦，对，所以她在侧边的地方用非常舒服的方式帮你固定两侧的肉，所以它很软，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那种，因为其实。欣蜜姐可能会比较知道，就是因为胸部丰满的女生，有些时候内衣穿的不舒服，她会觉得很闷。她这个完全是透气的，这种叫做逆龄 bra， 它是这个月刚上市的新品，买四送一，买四送一，对，买四套送一套，买四套送一套，而且它是有比较大尺寸的，对，它是有比较大尺寸。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，其实你可以透气的，对，然后它会有分不同的裤型，你可以挑选，对，你可以挑选比较四角的，对啊，我都选比较对比较四角。